你要问人家，他给你报啊。早安，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。然后哦，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片头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？当作是我们订阅破10000人的庆祝。今天会是一个很忙碌的一天，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包括产检啊。对了，我有一些东西想要给你们看。我们上了这个月的妈妈宝宝的杂志，他们有个母亲节的专访。这是深白色二人组，然后这是马修夫妇，这是我们。小猫说，每一个伟大的妈妈背后都有一个逼你超越极限的宝宝。还有，母亲节专题，网红妈妈陪孩子长大，这是我们。鸟妈坦言，当初并没有想红念头，纯粹是小孩出生后她产生巨大失落感，每天重复做琐事，就像三餐都只能吃蛋包饭一样崩溃。其实我们可以吃点别的吗？蛋包饭主角出现了，你要跟大家说嗨吗？早安。嗨。早安。嗯，你在外面做什么？你在外面煮菜。煮菜哦。对。哦，煮菜了，爸爸。母亲节大餐就交给你喽。这个礼拜是母亲节，你有没有想要的礼物？我要吃爸爸煮的饭。母亲节不用唱生日快乐歌了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。哦，好有创意哦。母亲节快乐。掌声哦！你要问人家，他给你报啊。我们现在在医院，然后终于快要轮到我们产检了。鸟妈在这里，然后星星在吃香蕉，好吃吗？走了，我们要进去了。跟医生的别说话。嗨，嗨。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医生叔叔？来，医生叔叔有比赛吗？抱一下，摸摸过去。来，可以哦。就抱走了。期待的一个礼拜，越来越不规则的形状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这个变成三角形哈。嗯，这个。上个礼拜到现在，所以它没有继续长起来。嗯，它给它自己排掉，因为不好的它自己会淘汰掉。谢谢医师，谢谢医师，帮我。好，走吧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要来下厨给妈妈吃。产检的结果呢，医生说这是一个空包蛋，就是里面是一个套房，三号它就是没有住人，所以。大家为我祷告集气，赶快顺利的排出来，且排干净。OK， 马铃薯需要30分钟，现在来做牛排。好，我们要学习信任我的壮。坚持要用他上网找到的食谱来炖他的马铃薯。好，我们来近看一下牛排。你看，这是
就是活里逃生，刚刚灰雪煮的就是这个。我在马铃薯锅里面。好，马铃薯，好是牛排本人。但牛排就是这样大火烤，看起来还蛮不错的。好啊，来装盘。好，装盘，给爸爸一个掌声。我要试试看咯。我要试试看。嗯。怎么样？很咸。谢谢妈妈。然后祝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好。嗯，这个带筋的很好吃。谢谢阿公。第一次下厨就把我吓死了。我下次可以当老板。你下次可以当老板。好。耶，阿信你比高兴。耶。耶。拜拜。拜拜。